校园的新闻来看到，溪湖镇成功高中多年来无在大型的活动中心，或者学校毕业典礼，拢是伫咧布棚下骹来举行。伫咧经理委郑如芬甲局长谢展林的协助之下，争取教育部的补助4500万，甲一县府补助的4500万，总共9000万的经费来兴建多功能的活动中心。今仔日是举行党土仪式，未来观光了后，将予成功高中学生更加好的学习环境。在高队的表演下当中，溪湖成功高中多功能活动中心党土活动正式开始。如果学校这么近以来无这大型的活动中心，学校的这毕业典礼拢是搭这边啊来伫举行，因此伫经理委郑如芬。甲议长谢德林协助来争取之下，争取到教育部补助4500万，甲县府补助4500万，拢总是有9000万的经费来去多功能活动中心。经费啊是7000多万，那在这个大家的共同啊规划之下，要把这个功能做得更好更棒，所以后来核发下来的金额，在一次一次的沟通啊，给予了我们教育部给我们的一半的经费9000万，一半的经费4500万，4500万是我们彰化县政府应该来支付的，所以在这个部分，有很多很多的过程来回迂回，那也希望说我们成功高中啊这么大的一个校园啊，这样一个多功能的这样一个啊运动设施或者活动中心是必要的，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在这里面。有足够挥洒你们的空间。今天举行党土仪式，期待党和学生更加好的学习环境。敲，福至天祥开工大吉，再敲，神明护佑工程顺利，三敲，同心协力大功告成。校长柯伟志表示，活动中心的兴建，来感谢真侪人的协助争取，才当有这款的成果。无论任何事，求之于人的太多；无论任何事，得之于人的太多，出自于自己的太少。因为我们要感谢的人太多，所以就以谢天来感谢我们要感谢的人。经理为第六分表示。中华管委会议长谢展林在溪湖高中有一个真好的篮球队，希望讲这些同学将来都会当就近来联系。又讲溪湖高中就伫个成功高中的边啊，非常的近。希望讲完工了，会当提供个同学一个真好的设备甲环境。且成功高中又是一个校园福地，这么大的一个空旷的一个环境啊，这样可以让他们在活动起来啊，更加的舒适，更加的安全。而且呢，在议长谢典林的坚持之下，而且我们西武国中的整个篮球队都培育的非常的优质，非常的棒啊！希望说他在这个衔接上面啊，可以衔接的很好啊。所以成功高中如果有这个多功能的运动啊馆的话，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打球的环境，这样衔接的更棒，要培养我们这职篮的这个部分啊，更加的有机会。这个多功能活动中心预计107年完工。一个会当用得到1500人，是关内真罕见的大型场所。期待讲完工了，会当成为这学校也够社区共同来运用的场所。中视新闻由洪文 Q 报道。